来讲，这个要去东方赌城，隐形富豪，今天出现第一届生日 party， 我甲正阳讲过啦。只要有啥物特别的贵宾出现，你都要马上甲我讲。我听讲，刘青明太太小气，这是厉害个性。你讲啥？啊，那你对伊的基金会了解无？小露出做代志真顶级，伊阁专工准备随身碟。嗯，你不管。我只要看到叶少峰，一定会记名过。可是出来是你爸爸，你做哪个代志？我这份真的无多忍耐，我干什么爱死？我无感觉，心怡妈妈态度怪怪，这好彩是不是想来当作是敌人呢？我知影，我的心情跟你同款，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来让爸爸脱回公道。你一定要把所有跟你爸爸有关系的消息拢查一遍，我希望会当有新的发现。叶文秋。这是你当年送我的玫瑰，怎么害的？我昨暗搁梦到文聪啊！我想这一定是天公伯啊！你给我暗示，文聪无死。这位老师，我今看到你为叶文聪的塔位头前离开啊！你是伊的朋友，你是来看的？